感情走到这甘准拄煞，甜蜜的纸纸，如今只剩一张无缘梦。过去的记忆，一幕幕亲像电影，为何结局若会不知安怎写？安怎你要对你的十三块的身躯边去做代志？十三块是我的救命恩人啊！我奉承你，十三块并不是什么好人。我用的叫做回社膏，文文应该是中毒。500万一定会摕金蛋糕哦，搞不搞？加油！不要啊！你若甲花挽掉，文文就一定无性命。真正要用我的刀救文文哦！是的，别直接消气安尼。你的手皮真粗，啊！你的手背咱嘛真薄。他哪有练过功夫呢？梁王师啊，你真够厉害呢！我较早是练过一挂脚手啦，安尼嘛，你看出来。好啊啦，时间无早，咱赶紧来走，想晚就无得上山吼。好，五老爷，五夫人，到时。啊！你是在找啥？奇怪了，阿妈，啊，青青哪会无回来啦？我交代伊办另外一件代志。啊？我什么代志？到时你就知。哦，哎，阿妈，谢你哦。啊，咱嘛行真久啊，小休困起来。哦，好好好，来，阿妈，你家小姐姐。哦。啊，谢你。阿妈，你加这久哦，你包都已经就痒痒，来，吃一寡物件。多谢，阿你嘛吃，等下叫开来去山来找灵芝。这好野人就无同款，连这饭碗内底包的鸭都这么澎湃啊！阿你唔吃物件是咧想啥？阿妈。我感觉这代志足奇怪的。什么代志啊？我有教迄个阿华阿贵手，阿这应该哦练功超过十年啊，为什么会伫咧黄家做一个小小的管家啊？我嘛是感觉哦，迄阿华有问题。阿妈，你嘛是安尼认为啊？等咱也是找到陈丽玲资料，再个回来好好甲调查一下。阿妈，阿你是安怎啊？我不懂。啊！你这样一定是吃歹巴肚。阿妈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看卖啊，够臭药来替你治疗吼。阿妈，阿妈，阿舅哥，阿舅哥，舅哥，不不啦，你看你来，十三哥甲两哥已经替你找邻居要回来啊。啊！你就爱较坚强的，我不会走你啊！舅公，阿爸给你加米杯。我是头一摆看爸爸这死老狗，哭到这样伤心。千爸爸，搁你孝顺十三哥，也出了千年灵芝，但叫伊不会走掉。只可惜，因两个人我都等。老爷，你莫阁为着文文的代志烦恼啊啦！我有点心啊，加趁少食一寡啦。文文即摆是死是死的，唔知影。你叫我要安怎食会落啦？老爷，
你是黄家一家之主，你安尼无食无啉，若是倒落，叫我是要安怎？来啦，就算是为着我，这鸡汤你加减啊食一寡啦。老爷，好啦好啦，我啉啦我啉啦。你是咧笑啥啦？五百万啊！唔知这碗鸡汤有好啉无？我特别叫人甲你加一挂料。加料？啊！你是加啥物件？咸咧鸡汤内底？老爷，你免紧张啦。这汤内底加的就是我们之前食到的花虾膏。杨妞你！原来就是恁两个狼狈为奸，最近厝内底发生这么多代志，拢是恁两个做的对无？无唔对，唔爸爸，今日若是唔甲金堂告红交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带连咱阿公某一场，你还是乖乖啊，甲金堂告红交出来啦。我无想要看你安尼就死啊！可恁这对狗男女，我就算讲做鬼，我嘛袂放恁两个煞。来人啊，将这两个人抓起来！现在拢无人啊！五百万啊！你莫袂记呢？我是黄家的管家，所有下手人拢爱听我的，我早就叫你等候。好。这十几年来，我对你这么好，是安怎你要安尼对待我？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你的管家阿福，你不是阿福。爸爸，你看清楚，我是谁？邱兴西，那是你，你不是早就已经死了？死？我的功夫这么好，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死？我那天只不过是假在黄家失踪，然后才阁找机会将管家阿虎杀死，抹清伊的身份，安尼嘛较方便我在黄家办代志。您伫咧后裔找到迄句无头诗，这是你的阿虎。原来真正阿虎已经死啊！你实在是足狂妄，阿虎啊，甲你无冤无仇，你哪会当就伊杀死哈？很棒，你若是一开始就交出金盘果，我何必杀死这么多人？杀死这么多人？所以阿财神嘛是你杀死的，无唔对，任何阻碍我计划啦，拢甲他死了一条。迄个矮阿财，这尔不死鬼，佮想要偷看我洗身躯，死嘛是应该的。可恶！恁两个哦，真正是有交集的呢，杨牛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煞不知道悲剧，竟然将金堂讲的代志讲袂知影，而且还害死这么多无辜的人。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。我逼你？无唔对，自你逼我申请迄天开始，我就照做。
我一定要报仇。我甲秋生是自细汉做迄大汉的表现，阮已经约束好啊。等伊事业成功的时阵，就会来阮家提亲。谁知影？有一天你来阮家收走的时阵，看到我，就给我阿爸一大笔钱，逼我嫁来黄家，做你后收。迄个时阵，我伫外口受伤。当我挂断的时阵，我才知影阎娘已经变成你的母。后来，我四处找找师傅，要学习上介厉害的法术。当我学成了，我就下山来找阎娘，准备要向你这拆散我的乡亲报仇。就算是安尼，阎娘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人家说以后夫妻白世恩，敢讲你对我一点仔情分拢无？无，我恨你就袂赴啊！要哪有啥物情分？嫁予你这几年，拢一直活了足痛苦的，过来摆，拢想要结束我家己的性命。我会继续活落去，拢是为着要等阮表兄来，好加在天公伯有可怜我，予我嫁阮表兄。会当继续搁做伙。然后，阎娘就甲我讲，你利用金坛国王赚大钱的秘密，阮就决定要演一出戏，闹甲你黄家家庆不宁。目的就是要逼你交出金坛国王。我今嘛总算是明白。恁两个就是要治我的金坛国王。既然安尼，你就乖乖把金坛国王交出来，否则卡，阮阁会当饶你一命。别笑笑，我绝对袂将金坛国王交予恁这种卑鄙少年。黄爸爸，你莫袂记，你头拄仔啉的汤内底有下毒，你若是无爱把金坛国王交出来。就死了一条，我就算是死，我嘛绝对袂交出来。你好啊，免甲伊啰嗦遮尔济。陈秋伊这种人哦，若是无予伊食淡薄苦，伊是袂乖乖听话。你想要创啥？只要我伫这个高面顶悬拍出声音来，你巴肚内底会响过。就会对这个声音渐渐大声，最后你就会因为巴肚未堪，丢破来死。安怎？有惊着无？你敢？我路已经杀死这么多人，敢有差你一个？就真正无人会当甲你救啊！唔免，阿狗伊未死。那安尼，周三哥，恁来回来啊？安怎？惊着？还阁有更加意外的代志？姐啊，你若较早回来哦，我就免陪这两只精神点来演戏，演到我目屎流目屎滴。两百万，你明明已经着我的回社工，哪有可能无代志啊？哎呦，邱先生，你答唔着波啊啦！老爷的金坛国王是国中之王，伊会用治疗一切的孤独，哪有可能这么简单就中毒？而且，
文文小姐嘛早就已经解毒了。文文小姐，你会使出来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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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想不到我运好啊！哪会安尼啦？秋生，咱中计啊啦！无唔对，我早就甲阿狗参详好啊。听讲讲要去找千年灵芝，就是算好，恁两个真紧骨卡就折出来。主子，你真正是心机妙算，佩服佩服。哦，阿妈，你后过要骗人的时阵，先跟我讲一声。今天山顶我差点要叫你惊死。阿妈，阿妈，你真是啦，阿妈。阿妈昏袂遮久啊，拢无反应。阿妈，为着要救你，我只有安尼做。平常时阿妈是对啊，啊，真彩啦！阿妈，你真醒啦！啊，我想要困一下，你伫边仔一直吵，啊，可不可以用这金针甲我堵？我无精神，要哪样？啊，你无中毒哦？你阿妈敢有这么简单就中毒？我是想要试看卖啊，你对我是不是有好心？哎呦！今麦拢什么时阵啊？你搁咧讲这种生笑，我的心脏啊，差点要叫你惊到跳出来啊！好啦，阿妈甲你回实的啦。嗯，咱出来行行踅踅，时间嘛差不多啊。行，转来去黄家。不，唔是啦，啊，咱唔是要找迄个什么灵芝啊？阿妈，我是你的乖孙呢，你哪会安尼搞骗啊？歹势。啊，这件代志，愈少人知影愈好啊！听到无？是咩骗过这对狗人了？即马代志拢已经到这，直接动手就是啊！你哪样计较？你的师傅是甚物啦？我的师傅就是好袂使。熊三，你已经走袂去啊！紧将门门放开。两百万啊！你赶紧将金坛讲提出。阿娜，我就要替你宝贝查某囝性命。你卖胡白来啊！熊熊三，娘娘即马伫我的手头，你去将门门小姐放开。表爷，紧救我！表妹啊，歹势啊！只要我摕到金坛国王，要遐甚物款水查某，拢有法度得着。我哪有可能为着你放弃这荣华富贵机会？表兄，你不是讲你一世人拢会爱我？无唔对，我一世人拢会爱你。啊，不过我更加爱使，互我做金坛国王啊！表妹啊，表兄已经为你痛苦十年啊，已经有够。你就成全表兄，予我做一个好爷人的滋味。邱兴西，你真正就袂见笑的。谁知你安怎搞我骂？怀弟哦，我早就有觉悟，这个世间就是爱袂见笑的人，才有法度做好爷人。你讲对无，黄老爷？你也唔赶紧将金坛公提出来。表兄，我真尼爱你。而且，我是为着你才活到今摆，想袂到你只是想要利用我嫁到金南宫，实在是想讲啊，才会去让你骗去，搁替你做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代志。好，既然你根本就无爱我，那安尼，我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没什么意义啊！
叶苗，叶苗，叶苗，你哪只鸟哭啦？叶苗，叶苗，哈哈，人死拢已经死啊！你还是是烦恼，我的人较重要啦。爸，你赶紧将金堂哥提出来，啊，那无后一世就是无门。我已经跟你讲过，我绝对袂将金堂哥交你种卑鄙小人。你，你哪样不讲？因为我不是无门，我是亲亲。想不到哦，你会使叫做阿虎，也唔过我阿妈比你更加厉害啦，伊会使叫查某鬼负心伫咧我们小姐身上，咖喱片，哈哈哈哈！可我竟然丢你个！刘公，跟队！跟他们讲，不能再出来。金大哥是要一定外卖，我不准你提走。天地无边，乾坤中华，妖魔鬼怪，尽归我手。我赶紧叫求情出来。我有一个法宝，帮助你打败那个黄眉山。你，我这两刀就是你阿妈所夺的。伊不是这种人，我不相信。我若无利用你的好心，要安那甲金堂哥开刀断啊？后礼拜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金蚕食尾。伤心泪，难着心。今生风，你的爱，予我一生拢是。